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爱的建筑。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就是通过 Rhino 简单的两步骤建立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结构线模型。好，第一步我们到 3D 里面建立一个平面，这平面我们细分一下，简单的细分一下，然后我们移到一定的高度。就是这个高度，然后我们再拉过拉其中内部的几个点，比如调的 flask 拉到0.0坐标，我们再来选一个点，又到0.0标高差不多。这里可以点击锁定格点，这样的话0.0标高，这样拉的位置就比较准确一点，基本都在那个0.0标高。那我可以再拉一点，好，这样的话我们这个体就有三个支撑的结构了，但是效果不是很理想，然后我们想要它有一种就是收缩的一种曲线趋势。那怎么做呢？我们先第一步增加它的曲线，我们这里再增加一道，你点击这个点，让它稍微有点收缩一点。这样的话是一个比较尖体的，那同样的道理，这里增加一条曲线，你把这个电源往回拉一拉。这个点往回来了，这个点稍微有点过，有点变形。好，那最后一个同样的原理，增加一条循环边缘。好，拉到我们想要的位置，看效果还是可以接受。然后把边上这条边变直，
点子，我们直接把它two levels。好，这样呢，我们的一个 T 就已经得到了，上面就不要了。然后有两种方法可以，一种我直接提取那个 UV 曲线，然后对这个 UV 曲线做成派别线，这是一种，就是我们 duplicate extract。全部抽留 X 方向，再来一遍，刚才是 U 方向，我们再 V 方向，好，这样的话我们就把全部的结构性都已经抽离出来了。我们只要对它进行一个把这隐藏掉简单的 pipe 就行了，比如说我们需要来看它的尺寸是这样的，比如说我们需要这么长的一个0.5吧，看一下我们派可以行吗？这样一张简单的网络结构我们就已经做好了。我先来打开一下看一下，再简单来这样，模型就已经制作。